焦點視頻李應聰風水命理嘅時間，熒光幕見到啊，李應聰師傅坐得好靚仔啊 ！Hello， 大家好，我哋而家唔係拍緊個怪談嘅節目，我哋拍緊個焦點視頻，咁啊好靚啊呢一個咁嘅環境，咁啊多謝我哋阿監製啊 Matt Low 咧，咁啊特登係 book 咗呢個場地啊，因為下下咧都攞住塊白板啊。咁啊，大家反正都唔識八字噶啦，係咪先？咁啊，攞住塊白板都冇乜意思啊！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唔用白板啦。咁啊，大家齋聽我講啊，咁樣嘅情況，咁啊，應該都會唔錯。嗱，咁啊，近期入邊嚟講啦，咁啊，香港除咗呢一個嘅狂魔的之外啦 ，OK， 狂魔的之外，咁啊，當然係有一個比較緊要嘅法例，就係、是、呢個國安法嘅成立。咁啊，好多人咧就～開始諗移民啦，因為我有朋友做移民公司嘅，咁啊以前啊一個月先做十單八單，咁啊而家一日都做三四十單生意，咁啊即係真正有咁樣嘅需求，好似八十年代咧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啊，九七回歸嘅時候咧嗰個影響性，咁究竟一個國安法其實成立咗之後，對於呢一個嘅香港未來嘅前途會如何咧？咁樣咁啊當然啦，國安法就最簡單就係即係。為了維護個國家的穩定，我覺得本身條法例咧就冇問題嘅。其實我相信香港人擔心咧係個執法者公唔公平嗰個問題，即係會唔會好似以前咧好多年前啦，岳飛嗰個年代，即係會有呢個莫須有嘅罪名。我相信所有嘅嘢都唔關條法例事。Even 就算之前上年嘅2019年啦，有逃犯條例啦，其實條法例我都覺得係好正確嘅，即係你一定要有嘅呢啲法例嘅嘢。咁點解香港人咁擔心呢？我覺得純粹係因為佢對於執法者嘅信任唔夠啊，亦都可能政府亦都做唔到一個足夠嘅宣傳去證實呢一個信心啦。咁啊引致到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問題。好啦，咁呢個都唔緊要啊，因為反正咧國安法咧入邊嘅內容咧，其實我都冇一點睇過。好老實咁講，我大約知道佢咩嚟就算噶啦，因為都唔係我哋呢一種嘅層面，我哋啲小市民咧係會有機會去接觸得到。好啦，咁我只不過想講下咧，就係話點解會有一條法例喺香港出現先？純粹用玄學嘅角度 ，OK。好啦，嗱，香港嘅八字咧，大家可以睇翻我焦點視頻咧，之前講過香港嘅節目，咁啊，1997年啦，7月1日咧，凌晨12點咧，升旗嗰一刻咧，就誕生咗一個嘅磁場，就仍代表緊咧呢一個社區嘅未來嘅命運。然後有咗呢一個氣場之後，其實之後跟住我哋所出現嘅嘢咧，只不過係按住呢個劇本，我哋做翻我哋自己嘅角色咁解嘅啫。好啦，咁而香港咧呢一個嘅1997年7月1日子時咧，佢排出嚟嘅八字咧，我哋叫做丁丑年、丙午月、甲辰日、甲子時，咁係用一個女命去排列嘅。好多玩玄學嘅人咧就唔明啊，佢就覺得咧就係話國家應該要用男命嘅排列。咁我解釋一下點解要用女命嘅排列啦。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喺陰陽嘅角度入邊咧，天運我哋叫做乾卦。地運我哋叫坤卦，咁而家你分析緊係香港嘅地運，咁你梗係坤卦，咁咪女命咯。其實個道理就係咁簡單。如果你真係有去玩過玄學，佢真係明白對應翻啲事情咧，香港用女命去排列咧，所有嘅嘢咧嘅現象咧係可以絲絲入扣嘅。好啦，咁呢個長話短説，咁香港嘅八字咧，我哋係用甲木。去代表住佢呢個中心立極點，去提翻其他嘅五行咧，對呢個甲木嘅影響性，代表香港嘅盛衰起落。咁而因為香港嘅八字咧係屬木嘅關係 ，OK， 好啦，咁啊有其他嘅五行咯，金係克木嘅，所以咧金咧喺香港嘅八字入邊嚟講咧，代表管理，代表政府，代表一啲法律。咁樣嘅現象，因為金克木啊 ，OK， 你要受佢嘅約束，受佢嘅管制，咁樣嘅意思嘅。好啦，咁而咧木係會生火嘅，火係呢一個木所生出嚟嘅嘢，代表緊佢嘅自由意志、佢嘅思想言行咁樣嘅意思。咁而因為喺五行入邊嚟講咧，火係克金嘅，佢哋會打交 ，OK。咁所以如果當香港嘅八字出現咗火金交戰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有好多嘅一啲我哋叫做反對派啦、抗爭啦、革命啦呢一種嘅聲音，而偏偏喺1997年7月1日子時回歸呢一個成立日咧，香港嘅八字咧
就是一個木日元隔木日元而火旺的結構，本來就是這樣的結構。所以為什麼會在這個香港成立了之後，會在外界的人說香港是一個投訴之都，什麼都要罵一餐呢？就是因為本身呢它是木日元火旺這個這樣的形態，本身這個問題都不大的。個問題呢就是現在香港行緊嘅大運，因為香港呢由呢一個嘅2009年開始呢就行呢一個30年嘅金運，由2009年開始一直行到呢一個嘅2043年，由2009開始行到2043年，呢度有30多年時間呢都係行帶住金氣嘅大運，就會同香港嘅八字入面嘅火呢互相激克，火金交戰。咁因為金係代表壓制、管制、法律、政府咁嘅現象，觸發咗香港嘅八字入面嘅火氣同佢抗衡。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嘅香港咧，對於政府嘅不滿啊、法制嘅不滿咧，其實係會一直去到呢一個嘅2043年嘅。咁從呢一樣嘢，我哋可以推測翻大陸。希望有一個國安法加入在個香港的基本法入面，希望就是可以藉由這個國安法呢令到香港呢不會有這個的、反對派的力量啦。但如果我從香港的八字去看呢，我發現一件事情呢，就是說就算你立什麼法例呢，那個抗爭呢原來是不會停，因為在個香港八字入面見到的現象，它是仍然是火金交戰的。咁而咧，嗰、那個金嘅力量咧，去到2029到2038呢十年啊，2029到2038呢十年就叫做庚戌運，我哋叫做七煞運。香港當其時咧，由2029年開始咧，就會行10年七煞運，係代表緊一種好大嘅艱難、壓力同埋管制嘅意思。咁即係話每一次所出嘅一啲嘅管制，嗰、那個壓力係會越嚟越重嘅。OK。咁而因為香港嘅八字本身個火係好重嘅，你嘅管治越強，反抗聲音越大，咁呢件事情咧就要玩到2043年先完啦。咁而因為2047年之後就係回歸翻，即係50年不變完啦，啊有機會回歸翻一國一制嘅可能性啦。咁亦都即係話咧喺呢個回歸前咧，其實呢一個嘅抗爭咧，其實係我哋喺香港八字入邊知道咧，其實係唔會停。而無論你是建制派啦，你是政府啦，你是民主派啦，你是素人啦，你是本土派都好啦，其實你哋每一個派別都只不過是呢個香港八字入面其中一個配角嚟嘅啫，你哋都只不過是跟住呢個氣場去做緊呢一出劇，係咁樣嘅意思。咁所以有啲嘢就無論邊一方面都好啦，都唔需要話去到過分上心，因為其實大家都係俾呢個氣場啊牽引緊。而一個咧。的現象就是說今年2020年我們叫庚子年，我們在五行裡面來說今年我們叫做一個金水的流年。剛才我說過火就是代表香港屬木，木生火代表香港的自由、民主、反抗這些聲音的。而因為今年是庚子年，金生水克火的關係，所以今年這一種的反抗聲音必然就會受到被打壓。而我哋知道庚子年呢、這個子嘅水，佢幾時係最旺呢？唔係而家嗱，而家咧喺呢個2020年嘅7月10日，仲係夏天嘅時間，仲係火土比較有力嘅時間。佢要去到立秋8月7日之後，同埋立冬11月8日之後，金水嘅力量咧就會越嚟越重嘅。即係話換言之咧，呢、這個法例咧去運用嚟去做一啲。可能是打壓一些的反抗聲音呢，會在今年的冬天呢那個現象呢是會越來越重的，由秋天開始8月7日開始一直到冬天是一度這樣加強下去這個現象，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來講就是說呢，香港是屬木的，在五行裡面呢木是克土，土呢就是代表香港呢可以擁有管理的一些的資產運用這樣的意思，所以它是可以代表香港的經濟的。而火生土，有火就代表財源滾滾源源不絕，我們叫做食雙生財。但是因為今年行庚子年，因為子午沖的關係，這個水會傷到火氣，代表財源就會有
斷絕的現象。所以今年無論你做任何一樣嘢，做生意，大部分的人咧都係得個做字，白做，蝕錢，資金擲住啊！依啲咁樣嘅情況。而去到冬天冬季11月8日之後，紫水嘅力量最重嘅情況咧，正正就係香港嘅火氣最弱嘅時間。換言之咧，而家呢一刻7月10日仲係呢一個嘅未月，季未月，火土有力嘅時間咧，其實呢一個嘅香港咧，嗰個經濟咧。未是去到最慘的階段，去到今年的冬天11月8日打後，特別是12月聖誕那個月份才會是最嚴重的。那究竟當其時會有發生到什麼事情會去到最嚴重呢？那其實來來去都是那幾樣東西，要是政治因素，要是就天災橫禍，要是來來去都是這兩樣東西。所以有些人可能會預測，你見到坊間某些印度的占星家，他可能預測就是12月會有一個更加大型的疫症，我都覺得不出奇的，這一樣東西是不出奇，可能新冠肺炎變了種，變成其他一種無敵肺炎，這樣的情況都不出奇，這樣的情況。但也可能不關肺炎事，可能是因為美國 OK 出現問題，帶動到整個的經濟出現問題，亦都有呢個可能性。總言之，我哋玄學推測嗰個時間點就係12月聖誕嘅時候咧，香港嗰個經濟咧會真真正正出現明顯嘅一個影響性。咁而其他嘅事情，只不過係呢個劇本嘅角色，即係話，譬如我哋見到今年庚子年係差嘅，我哋喺玄學入邊之前同大家分享過，無論喺地母經啦、立春嘅八字都同大家講過，上半年有個假陽春噶嘛，係咪？咁而家假陽春出現咗啦，你見到無厘頭都可以上到去26,800點嘅呢個恆生指數，咁跟住而家開始慢慢去到下半年咧，就會開始慢慢有機會咧係跌翻落去嚇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咁而跟住喺呢一個咁樣嘅氣場入邊所出現嘅事情，例如立國安法啦，例如新冠肺炎變種啦，或者打仗啦，諸如此類，嗰啲只不過係呢個氣場入邊所包圍之下所出現嘅一種嘅角色個情況，就會係咁樣。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掉以輕心咯嚇。今年嘅12月咧，個經濟咧係有機會咧係會更加差落去咁樣嘅情況。咦啊咩有嘢問喎？好似～師傅，我想請教一下，其實國安法咧，你最開頭嘅時候講咧，就係大家都好擔憂啦，究竟嗰個執法嘅公唔公義啦，或者係咪公平嘅情況下啦。咁我啊想請教一下啦，其實即係可能嚟緊嘅呢一段時間，你又會點樣睇唔睇到究竟呢一個嘅法例立咗之後，真真正正對香港嘅一啲民生上？係嘛？即係會唔會啊？原來即係有一批人係俾人拉咗咧，咁樣咧。會嘅。如果喺香港嘅八字入邊咧，係見到咧，係今年嘅12月開始咧，今年嘅12月咧，應該最快就8月，遲則12月，因為金水重會克個火。咁因為係喺香港嘅八字入邊嚟講咧，火咧就係代表革命，火係代表革命，代表反抗聲音。咁因為呢啲火氣被打咧，咁即係話當其時你出現咗呢個革命嘅角色嘅人物，你就會有機會喺八月打後之後咧，陸陸續續咧係真係有機會咧被捉嘅，係有呢個可能性。咁當然唔會可以全部捉得曬啦，但係絕對係會有呢一樣嘢咯。咁至於話邊個會被捉，邊個唔會被捉，咁呢個就要個別睇啦。即係可能你要即係可能譬如我哋有很多人啦，係都係有呢一個嘅反抗嘅聲音嘅，即係例如我哋即係求其數啦，譬如可能係黃之峰啊，或者可能係周庭啊，或者可能係即係羅冠聰，即係我唔係特別要講呢三個人，只不過就係話我呢一刻我諗到呢三個人啫 ，OK？ 咁啊呢幾樣嘢，咁啊你可能咁嗰啲話邊個有機會被捉，邊個會唔會被捉，咁你就要個別地去分析，即係佢哋有冇呢一個咁樣嘅被拉啊犯官非呢、這個即係呢一個條件咁樣嘅情況。OK， 咁好啦，咁啊，師傅，我想請教啦，下一集你會講啲咩啊？下一集咧，咁啊，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呢一個嘅中國啊，中國嘅八字，就呢個2026、2027嘅情況。咁啊，之前同大家講過啦，喺個2023年咧，就有好多嘅地方咧都會出現一啲嘅問題，譬如就係香港啦，2023年啦。呢一個嘅中國啦，2023年啦，可能都會有一啲關於官員方面嘅動盪啊，執法者方面嘅動盪，特別係香港，2023年係比較明顯嘅。咁而我哋如果喺香港八字去睇咧，
2022到2023呢兩年咧，會係香港嘅重點移民潮。2022到2023，咁啊今年只不過係申請潮啫 ，OK， 你哋唔係申請係走得噶嘛。2022到2023呢兩年係真正嘅嗰個走嗰個移民潮啊，即係會係咁樣嘅情況，亦都可能會出現到一啲嘅管治者方面嘅一啲嘅執法者方面嘅大嘅震盪喺呢個2023呢一個流年。好啦，咁但係除咗2023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流年喎，咁就係呢個2025、2026呢兩年咧，就台灣咧就會有呢一個嘅大嘅動盪啦。OK， 啊，仲有美國。美國在2022到2023呢兩年會有非常之大的動盪，美國2022到2023有非常之大 的動盪。咁而2025、2026咧，就台灣見到會有一個好大的動盪。咁但係咧，咁之前上次有一集我哋專講台灣，咁我未講到其他國家啫。OK， 咁啊唔使我一講台灣嘅動盪，哇！即刻啲人喺我留言啊，話又話親中共啊，又乜乜咳咳啊咁樣嘅情況。其實我未講到啫 ，OK， 我當我講中國嘅時候，你又話我漢奸㗎啦，即係講真嗰句，因為所有嘅嘢佢都有佢自己嘅命運咧，係脈脈相連。咁啊，2026、2027呢兩年咧，就中國咧都會有好大嘅一個問題。咁我下一集就想同大家分享緊咧，中國喺2026、2027咧會見到啲咩問題嘅。OK， 咁我下一集再請教李應聰師傅其餘一啲玄學風水上嘅問題。好，再見。